佛法如大海啊，心为灵林。那么信心是咱立法的基础。咱若是啊无信心，就无法度立佛的法门。所以信就是咱学佛者的根本。一旦要探讨佛法，去信解、去实行，都是因为有自己信字。所以信是多元功德庙，重用一切诸善根。所以咱的信心提起啊，对咱修行是偌尼真大的帮助。其实为什么爱修行？众生如问啊，问就是讲在黑暗的地方，咱当年累月，就是啊，咱得见到光明，无看到光明，就无法度看到人世真理的现象。所以咱也真容易啊，在这个不明事理的中间，就容易错误。所以众生啊，常常沉沦在三界中，进进出出，难得自拔。因为咱凡夫难得见到真理，那么就是因为呢，咱欠这字信字啊，去投入探讨。所以咱那边一旦好气味，必定呢爱有这字信。才会当好求得真理，所以就需要如，如就是真啊，如就是光明，真理本性就是清净光明，万物一通。真理法则，这就是如。所以咱佛陀啊，或者是古往圣人所说的道理，无不是如，就是如真理而说法。诸圣人啊，伊啊，完全都是因为显如而来说法。所讲的显如，就是讲要显现了真理，所以诸佛来人间说法。所以这是如的意思，就是啊，真，也就是啊，自然的法则永远。所以叫做如是。那么，咱若有信，信者称如是，确实相信，这就是自己如是哦。
我闻的，也就是啊，我听的这个道理是安尼，佛陀所讲，所以我听，将佛陀所讲的教法，我呢听伫我的耳啊，是我亲自所听到，所以叫做我闻。其实这是我字啊，咱一旦该分作四种的我。第一种是凡夫偏见我，咱拢是凡夫，咱所看到的啊，我啦，听到的我啦，啊，我认为是安尼啊，我感觉安尼是对的啊，啊，这是我拥有的，这是我要爱，这是真多真多的我，就是以我为中心，有了咱这种偏见。会挂伫咧，什么系都是我来计较，什么就是因为我，所以要去争取。咱定人讲，什么是我？其实咱的我呢，这个身躯伫咧，就是叫做我；这个身躯无伫咧呢，凡夫的我是伫多。咱看看人间的无常，人命在呼吸间，咱在呼吸的时候，身躯也会震动，头脑也有思想，这个时阵拢是我。但是啊，人生无常，有的人虽然身躯在咧，但是呢，伊的头脑已经无法度好自我思想。有的人身躯伫咧，但是呢，伊的身躯的动作无法度，伊的头脑的思想。有时阵呢，忽然间一口气出去无过入来，等等，这的我。到底在哪里呢？人生啊，有一口气在的时候，就是以我为代表，这就是凡夫偏见我。咱若无去了解明白道理，只要有这个我在的，就是苦不堪言，这种偏见、厌恶，就是烦恼啊。那么第二呢，是外道心恶，外道，伊就是啊，以心的旨意来治。所以，因的信用就是神安怎讲，我相信。但是啊，到底是不是真理？当初的印度啊，有真多的外道教，因什么都给当作是神。秋有秋神，水有水神，火有火神，因的修行啊，就是啊，以神为主，所以因是神我，因为对啊，我的以外有一个神。但是，就是个人所信的神拢无同，所以这叫做
我多心我。第三呢是自性加我，那就是啊，接受佛陀的教法，体会了四大加合，实在是啊，我闻无我，用所修行的，会当能信仰佛陀的教法，去掉我执，体解真理，所以这叫做自性加我。第四呢，就是发心真我，这是已经超越了自性，已经跟真理体合，这种诸佛菩萨的境界。所以这叫做真理啊，这就是发哦，发心真理的我，是非常光明清净的本性显露出来。当然，咱即马现在咧讲的，这如是我闻，迄、那个我闻的我字，应该呢是随世流布我闻的加我，就是自性的加我。现在所在咧讲的我，那就是啊，恶人，伊啊用我闻加我来表达我恶人。当初在佛说法的时候，我清晰地佛的身边，我听佛阿弥讲，这是一种一正实，来正实。我听到，大家人应该爱相信。这些佛的弟子结集经典的时阵所通用的，如是我闻。这个如是我闻啊，其实呢，也阁有伊个典故。那么这个典故呢，也就是讲，佛陀将离别的时，那心嘛，最痛苦难堪的是恶人。因为恶人啊，亲近的佛陀的身边，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日夜夜思考地佛的生活中，所以佛陀将这个离别啊，情何以？所以也真痛苦，但是看到在围绕佛陀周围的弟子都拢真定静，伊感觉讲无法度通控制家己，所以
就走离开了佛陀的身边，在外面的树下，大呀，放声大哭，非常的激动。在这个时阵啊，阿那律陀从外面听到消息，赶回来啦，看到阿兰在树下，安尼抛头大哭，伊先挖到阿兰的身边，向阿兰讲：“阿兰啊，时间是这么这短暂贵急啊！你伫这个所在哭，浪费时间啊！现在你爱做的代志，这是一个宿命。”佛陀的发心慧命啊，永存人间。这个发心慧命，你安怎会当头流传何世？长久自不灭。这是伫这个时刻，是看偶然的啊。偶然听到如梦初醒。对啊，我也有很大的使命，但是尊者，我现在心真乱，我要到底对到位来问请教佛陀安怎流传伊的慧命？我那人就讲，好啦，你还赶紧去问佛陀。佛陀过去遐尼真侪的法，要安怎会当头起心的好事？证明这是佛讲的话。那第二，你还赶紧问佛。佛在世时啊，这么真多的经团的内底，嘛还阁有未少难以调伏的比丘，这种恶习不受教的比丘，要安怎样来调伏？那么？第三，要安怎样把佛陀的教法会当甲其他的经典分别？讲这是佛说的，不是外道的经教。这三项，敢不是真重要啊？我难听了后。感觉讲对啊，我也赶紧把时间请教佛陀，所以偶然赶紧阁走倒转去，伊就伫佛陀的身边向佛陀请教上面这三项代志，佛陀真欢喜。看到偶然会当为着伊个佛法流传好世，用心请教，所以佛陀呢就甲伊讲：偶然，你将来甲佛法结集流传好世，你会当起信。何来的众生，你就用如是我闻吧。我讲你听，这来证实你所讲的教法，所结集的道理，拢是真实，从我的口中出，
将你的逆纹，所以用如是五纹。偶然就讲了，啊那安尼，将来啊，咱佛法要流传，现在我多教啊，有真侪的经典，要安怎样？才会当甲我道教的经典，安尼解一个区别。佛陀就讲，还是如是无缘。那因为我道教啊，因开经头，也就是叫做无忧。因的意思呢，就是万法啦，不离开有甲无，这为因的开头。那么佛教呢，就以如是五闻真理，确实是安尼，将佛救出啊，将恶人灭了。从偶然口中再讲出来，这些东西，佛陀即将入灭的时阵，有这三项的因缘，这叫做尊佛为教。佛陀过身了后，已经入涅槃啦，真侪的弟子呢，大家人拢真伤心。个人啊，就到个人的地方分散去闭门啊，去自修啦。但是啊，经过了一段真长的时间，迦叶尊者伊感觉讲，佛陀入灭了后，大家人各归各地，去伫咧自修。那安尼，佛陀的经典呐，那无有好好结集啊，遮的人将来啊，年老啦，已经一因呢拢完结啦，未来的经典，什么人来结集啊？所以迦叶尊者伊呢就赶紧号召所有的这定定相随的佛身边的大德长老，安尼，该召集第一个七业窟的所在来开会，来甲大家人讲，宣布大家人我应该爱集会啊啦，将佛陀的教法赶紧的爱来遍及，大家人都真动感，是啊。这些佛陀的发心慧命，必定要延续下去啊！那当阵，就大家人讲，一定要选一位，将佛陀的教化，会当一一再搁再重述，安尼，才有法度通结集起来。大家人在咧挑选的时候，哦，共推偶然呐。理由是偶然日日夜夜都是在佛的身边。佛陀跟什么款的人讲话，偶然都拢在身边。
都有听到啦。所以大家人认为乌兰的记忆嘛真好啊，伊的记性，所以大家人认为条件最好是乌兰。假若尊者呢听大家人的建议，伊思考，伊用伊的慧眼来看乌兰。所以他就爬起来走到乌兰的身边，向乌兰这样把他揉起来。乌兰啊，大家人公推你来结集佛陀的经典，将佛陀所说法重新细说，不过你现在无够资格，因为你的心中还有烦恼。出去，你连在这个僧团的内底资格都无。出去好好反省。乌兰，在众目睽睽的中间，去给迦叶尊者安尼的扭起来，给看出去。乌兰呐，迄个时阵。一点啊都无埋怨啦，一点啊都无生气，伊家己真彻底反省。是啊，我的心中充满了烦恼，将佛陀入灭甲这当中，我的心的烦恼拢无解的啊，这份的情啊。安尼牵绊着我，这就是烦恼啊！真正是足忏悔的，真忏悔。所以在黑暗的中间，伊做真大彻底的忏悔。咱定下讲忏悔足清净，忏悔呢就是彻底的反省。了解啦，忽然间呢，迄、那个心啊，完全的平安自在。迄、那个时阵，好亲像，好亲像一道的光明入伊的心中，再也无烦恼啦。感觉起来，人生就是念佛。再来，都无违反了自然的法则，所以顺法则者，即是真理啊！伊的心啊，安尼放下，再也未受这个情所牵绊的。你当初伊的心真平安，真清净。赶紧紧搁走倒转去，七叶窟的所在，赶紧去叫门。内面迦叶尊者就问讲是虾米人？外面的乌兰回答：是我乌兰，我已经烦恼起地啦，我要倒转来，负起了这个责任。迦叶尊者就讲：“既然烦恼起的，门免开，想办法入来。在经典内面啊，就是乌兰，就是现了神通。安尼呢，在迄个七叶窟的门无开，伊入来啦。那入来到迦叶尊者的面前，伊呢？”低心下气，向迦叶尊者顶礼。迦叶尊者赶紧伸手去甲牵起来，伊感恩迦叶尊者成就伊，成就伊，把迄个迷惑的烦恼拢断除啦。
爷爷尊者真欢喜，偶然真恭喜你，家你的内心就是存忧疑的烦恼，你都断除啦，真正恭喜你。多谢，昨昏啊，我对你安尼的态度，你唔好见怪。罗汉的心啊，好亲像手画虚空，画过都无魂啊。偶然讲对啊，我现在的心境就是亲像手画虚空，画过无魂啊，感恩啊。在一个真欢喜的气氛中，偶然都回来了。从安尼开始，大家人就请偶然上台来说佛说说法。偶然呐、啊，一站了讲台，忽然间呐、啊，迄、那个庄严的形象，本来偶然高分。佛有三十二相，偶然三十相，这差二相而已。总共一句，偶然真重要。那伊迄个时阵，心呢真清净，迄、那个态度呢真重要。所以一站上讲台啊，真侪人就在议论啦、啊，偶然是不是兴奋啊？有的人就说不可能。那么有的人就说是不是失家分呢？国才我啦倒回来啦，不可能。有的人就说是不是他方佛来啦，不可能。那偶然看到大家人心起了疑问啦，就如是我闻，大家人的心静落来。哦，还是偶然，不是偶然兴奋，也不是他方佛来，也不是释迦佛护挂，同款是我偶然听佛说法，所以大家人哎。了解，这个话是我听佛讲的，不是我偶然家己讲。所以大家人爱信受奉行，这就是释经论。那这样有这三种的因缘，如是我闻。一来是尊佛为教，佛陀弟子用。如是我闻。第二呢，是偶然，大家人看伊的庄严，大家人的心起疑，以如是我闻，大家人心都静落来，无疑问，那还是偶然，所以这叫做实证论。将来偶然所讲的话。大家人必定爱信受奉行，这就是如是我闻。外道教的开经就是无忧，佛陀所说的话叫做如是我闻，安尼呢是依外道，这是如是我闻的典故。偶然还有问佛啊，佛陀在世的时还有无守规矩啊，不肯听教导，比丘要用什么方法调伏？佛陀说啊，用爱心啊，用宽容的心啊，该教该劝啊，教未听，劝未来，哈，
怜悯他，怜悯吧，因为呢，人啊，所做的业啊，都是家己的啊，这些无奈的代志。不过，你来尽心该教导，这样地不多，从这位离别的以前，那是最关心的一项代志，参加关心着伊将来的慧命要安怎流传。那么出家有人不肯依照佛陀的教诫来修行，实在是足遗憾的代志。佛陀嘛是关心，关心大多数啊发心修行。佛陀在的时阵以佛为师啊，佛陀那无在的时，什么人来领导？以什么人为师啊？佛陀就讲：以戒为师吧。人人那会晓修好戒呀，他就亲像我一个在世同款。那一旦安尼，就是啊，将来不管流传落去是偌久啊，同款佛法呢，一旦兴盛伫人间，因为经有修改、修规则，再来弘扬佛法，经传那坚固啦，那么。弘扬佛法呢，都免烦恼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典故，因为乌兰出生迄一天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同一天，有人会感觉讲，阿佛陀成道，乌兰才出世。那么，偶然20岁了后啊，才来做佛的使者。安尼讲起来呢，佛陀所说的教法，20年前啊，偶然根本都无听到，要安怎会当讲？这所有的经典拢是偶然听的呢？这敢不是矛盾啊？其实无矛盾。当初偶然出家了后，甲一般的僧团同款，安尼生活。不过伊伫僧团中啊，非常的杰出。除了伊庄严的形态，伊。很真正的伶俐的形态，我再来就是真聪明智慧。上重要的呢，伊会记忆真好，不管是虾米款的话，听入伊的耳啊，伊就会记个真清楚。所以大家人啊，共推偶然来做佛的使者，但是啊，偶然啊，伊感觉讲，啊，我若是要做佛的使者，我嘛爱有考虑啊。偶然呢，伊考虑足多，后来呀，伊就提出了条件。伊的条件就是讲，第一项，我无要穿佛陀脱落来的衫，唔是五万，
不是空过，就是因为呢，我若在佛的身边，佛陀脱落来的衫我来穿，会予人议论啦，议论讲我是啊，得佛陀特别的疼爱，为着无爱，予人安尼的议论。所以佛陀穿过脱落来的衫，伊无要接受。第二呢，就是啊，无要随佛单独去受请。人若要请佛供养，那偶然的意思就是讲。爱整团一起，伊无爱单独呢，随佛受请受供，这嘛是同款的意思啊。就是我爱予人感觉到偶然伫整团中较特别，所以伊不随佛供养。伊要甲一般个啊，僧团共款。那么第三呢，偶然提出了要求，就是讲佛陀说法二十年前的话，我无听到。我若是要做佛的使者。请佛陀将二十年前的法，搁重说给我听，这实在是真有智慧。佛陀答应啦。所以，如是我们，咱会当好去探讨真多。佛陀将入灭去当中的心态，对世间这种哎呀挂碌，那么咱嘛会当通去体会，更爱感恩偶然，偶然的智慧，偶然的勇敢承担起来，偶然。会去考虑到伊甲佛的关系，参加呢甲僧团的关系，这种是非分清啊，这就是智慧嘛。本来偶然就是佛陀的同小弟呀，所以偶然要做佛的使者，虽然感觉真欢喜，不过呢，他。就是有是非分清的智慧，咱今仔日佛法会当安尼的流传，真正咱爱感恩啊。